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一生印刷小学堂，我是 Carter。很多朋友啊都会问 Carter， 哎 ，Carter， 我在印制衣服的时候都遇到一些很困扰的问题。哦，什么样困扰问题呢？就是在印制衣服的时候，我的图案很难对齐在我的衣服上面，尤其是大量的时候，每个图案的位置都不太一样啊。OK， 这个问题困扰他们很久了。那终于，现在我们得到一个解决的方法，一生推出了。我们一个新的产品叫做一生 T 恤标尺组，我们有五件套跟八件套两种套组哦。这个是亮白款，这个是透明款。那接下来我就为各位介绍说我们的 T 恤标尺组怎么样做使用吧。Let's go。好，接下来开始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一生五件套 T 恤标尺组，我们由短至长，总共有五种尺寸哦。好。以上是我们一生五件套 T 恤标尺组，总共有五种尺寸，介绍给大家知道。好，接下来看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一生五件套 T 恤标尺的透明款的部分，一样它有五种尺寸哦。我们由短至长，会从上面这样慢慢摆下去。好，以上是我们的一生五件套 T 恤标尺组透明款的产品介绍。好，接下来开始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一生五件套 T 恤标尺组的透明款的部分。给它的使用方式非常的简单哦。首先我们找到一个中心点，然后把我们的标尺摆上去。那我们的 T 恤标尺的部分，它都是以英寸为单位。好，比如说我领口下这边三英寸处想要放我的图，那我就把我的位置对好之后，我的图摆上去。摆上去之后，我们可以贴一下我们的胶带。好。那它的位置这样就固定住了，它就不会动了。那有些同学可能会想问说，那我可不可以在下面的地方呢？可以，因为我们都有提供不同高度的一个标尺组的部分。那这是我们六英寸的标尺组，一样我摆到一样的位置。那我现在可能想要印我的右胸口的位置，一样三英寸处就把我的图摆上去，好，对准好位置，那一样胶带贴上去。好，这样子位置就可以做固定喽。好，来接下来开始为大家介绍什么一生五件套 T 恤标尺组的亮白款部分。那使用方式都很简单，我们 T 恤标尺组都是以英寸为单位。那我今天一样要印，可能是我的左胸口三英寸处，把 T 恤对好中心点之后，我可以把我图摆上去，对吧？图摆上去之后，我们粘个胶带固定好它的位置，这样我图就不会跑掉了。那我这同学可能会问说 ，OK， 那我的图可能想要再印下面一点，可不可以？一样是可以的，因为我们提供不同尺寸的标尺组。好，比如说这个是七英寸的，一样我把它摆上去，找好中心点。然后把我的图摆上去，我今天可能想要印在我的右胸口三英寸处，那一样把我的图摆上去，摆好之后胶带粘好做固定 ，OK， 这样就可以喽。